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老表说他呀，在这上面养了20多只鸭，现在还剩一只，说那只鸭孤单了，要把它杀来带我们。现在我进去抓了，帮一次来土匪去。哎，那鸭子比较大哦，老婆。哇！哇！啊啊啊！来！有5-6斤去喽！哇，这么大！哎，今天就杀这个鸭来搞个畜血鸭吧。好了，别放太多了，别放太多了。可以，多一点，酸一点吧。鱼也钓不到鱼，只能拿老表的鸭子来开刀了。来，我们这一盒呢，确实有个功夫，就是饭前必须搞一碗油茶。这是到每家每户都要喝的一个很丰富的。你看这还有这个，这是虫草吗？野生的。野生虫草是吧？啊，这个好东西吧。哎，这个油茶太好吃了，太好了，我再来一碗。一般来我们这里都要吃到4碗，3碗到4碗。好，这样。好吧，自己打啊，这是自助油茶。挺香的这个。我们这边吃这个油茶是不放筷子的，全靠自己本事吃，一定要吃得很干净的，你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啊。可以了，我有挑的，那有是对的。好，我吃。哈哈哈哈，干净你倒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搞个畜血鸭，土鸭，老表养的。老表养的不是单身鸭吗？嗯，老表养的是汉家鸭。杀了这么多都不叫我们，要这次上来碰到一只，最后一只啊。500元的房买的，这个鱼苗呢，必须要用生泥舀一下，搓一下，把它水挤掉，要不然很苦的。然后洗干净是吧？嗯，对的。鸭血，还有鸡的放鸭血。
OK OK。那鸭肉也可以哈。这是我们广西的大菜，柴火醋血鸭。又酸又香的。是啊。可以了，叫他们没吃饭了，舒服了。来，感谢了，开始了，我们。感谢肖总啊，感谢老板啊，欢迎发财发财，老板娘辛苦了，大家发财，大家发财。